TANGRAM 代表着七位一体的成团理念，每个人各有特色，独一无二，让你一周七天体验不同魅力感男友。现在开始为你带来只属于 TANGRAM 的魅力七感。幽默感 TANGRAM 陆定浩，自带 BGM 的少年，身上怀着十万种动力开心的方式，只做你一个人的小太阳。你就像我的太阳。浪漫感，浪漫是什么？夏天的烟火，冬天的雪。如果是 TANGRAM 秋志杰牵起你的手，亲爱的，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情人节。安全感，姚明，肌肉，手机。TANGRAM 江青佐作为四草出身，武术是他的拿手绝活，他就是女孩们身边的奥特曼男友。治愈感，女孩说晚餐后追加的一只甜筒就是治愈感，工作一天的疲惫仿佛都被 TANGRAM 林操哲的这口甜蜜给治愈了。运动感， TANGRAM 李若天是男团界的樱木花道，手里握着的篮球撞的不是地板，是所有女孩的心脏。时尚感，是 TANGRAM 被红林的混血魅力，不管如何刁钻的角度怎么拍，都是在实力诠释什么叫做画宝人生。绅士感，大家会联想到女士优先高等教育，现在要再追加一个 TANGRAM 高帽童的绅士腿，为你随时可以变化的身高，是只想给你公主般的宠溺。以上就是 TANGRAM 魅力七感，今天正式出道，现在来由你音乐榜样舞台验证他们的真实魅力吧。
哇、wow, ，Hello， 回到我们由你音乐榜样的第二现场 Fan Meeting。对、yeah. 哎，说到出道，我觉得出道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太重要了。对，人生应该只有一次吧，而且这应该是一定，对，一定的。对我来说，出道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，对，很重要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到现在也忘不了出道时候的心情。哎，那么我们的小五同学，你出道的时候心情怎么样呢？除了激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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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激动。相信我旁边的 TANGRAM 也是非常的激动，是不是？是。好，那请我们今天正式出道的 TANGRAM 跟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打声招呼吧。Yeah. 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TANGRAM。由于我们今天出道出道嘛，一定要跟大家粉丝好好介绍一下自己。Yeah. 嗯，个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ANGRAM 的邱志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ANGRAM 的李若天。哇、wow、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太阳陆丁浩。哇、wow、哦。Wow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超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江宁佐。哇哦。哇哦。耶耶，大家好，我是贝红林。哇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高茂彤。哇，特别棒，特别帅气。谢谢。刚刚一直有一首歌 ，You Are Ready 啊。哇，我都会唱了。对，因为一直，因为我上一个就是我下你们在我上一个表演，所以我一直看着你们全程表演。我觉得你们的舞蹈唱功真的是非常厉害。谢谢谢谢。是不是花了大量的功夫在这准备出道？谢谢谢谢。是不是？是。对。那 OK， 你说， oh, no, no, no. 让我们队长说一下。OK OK， 对对对，因为确实为这首 Radiant 这首作品。准备了是蛮久时间，然后终于啊，我们等到了这一天，终于出道了。然后其实今天很开心，也很激动。今天一大早起床就很激动，对对 对, 对。然后，也是希望这首 Radiant 能让大家喜欢吧。然后我还有个问题，哎、这首 Radiant 到底有什么含义吗？我想知道一下。有有有有，秋姐你介绍一下。就闪，来我来，就是呢。Radiant 这首歌呢，其实就是一直我们从练习生时期到成为艺人期间，一直有很多爱我们的粉丝，还有许多爱我们的人，所以这首歌呢，想要送给所有的粉丝跟爱我们的人们。哇哇哇！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想知道？还想知道？其实这首歌因为是由我和邱志贤共同创作的词， oh, yeah. 然后其实与其说是一首歌，不如说是一封情书， wow. 想要送给所有爱我们的人， wow. 就是平时说不出口的话，都在这首歌里面。哇、wow, 哦、wow, 我觉得如果我是粉丝的话肯定会非常非常的感动，是把自己想说的话用歌词的方式写出来传达给我们粉丝、wow. 哇太棒了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嗯，其实嘛，我觉得真的是在舞台上发光是我出道之前一直想要的初心，是的是的。然后呢，其实业务能力是我能出道过后一直维持下去的力量、嗯、好，那么呢怎么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啊！我先要没收你们的麦。怎么了？没收没收，为什么要没收麦？啊！我知道要干嘛了。我想起来了，今天我要考验你们了。放心，我给你们真的放心，因为我刚看了你们舞台，绝对放心就可以了。很棒的。对对对，我要考验一下你们的起舞能力。对，我来，直接来吧，直接来吧，直接来了。来了，三二一 ，music， 不给他们准备时间。就像我的太阳，在我身旁，给我力量。是吧？我都说了。小心啊，有可能有陷阱啊、哦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哇哦！看到没有？厉害厉害！不要不要不要掉以轻心，不要掉以轻心。什么什么什么？哇！掌声掌声掌声！哇！非常非常的棒！哇！哎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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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这个音乐是谁剪的？你们是魔鬼吗？真的是太过分了！真的厉害！节目组是魔鬼吗？节目组，音乐老师请出来。哇，真的是起舞能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。我都说了吧，我都说了，业务能力一流，真的真的。哎，那今天是非常重要的出道日，有什么想对粉丝说的吗？我想说，因为我歌词里面有一句话，就是你就像我的太阳，在我身旁给我力量。对，就是感觉粉丝也像太阳一样照耀着我，给我能量。我也会为了他们向前冲。耶、yeah ！加油加油！既然今天那么重要，是需要被纪念下来的，我们拿拍立得跟粉丝照个相，怎么样？好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们的拍立得，好呀，谁拍照最好？谁拍照最好？好好好，来来来来，好。耶耶耶耶耶！我们哪边？你们选个方向吧，你们选一个相纸比较多，我们往前站点好不好？我们往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别动，好，就在这儿。好，好，来来，你这样挡他们脸。
来，耶，三，感觉不对的。好，再来一张，再来一张，再来一张。好，再来一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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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保险，保险起见，好吧？好好好好，因为今年出道还是非常值得被纪念的，很值得纪念。可以的，我相信你的技术了，真的。而且呢，我们现在的照片呢，会在官博转发的粉丝里面抽取幸运粉丝送给他们，对。哇哦，这张绝对没毛病。哇哦，绝对没毛病。OK， 谢谢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谢谢我们的 TANGRAM， 谢谢，耶耶耶耶，希望你们越来越好，然后接下来带更多的歌来到由你音乐榜样，怎么样？好嘞。